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真的累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仿佛度过了漫长的400年，看尽了人间的沧桑和冷暖，所有的爱都经历了，都破碎了。而且回想起来那么脏，想起来都想吐。我应该回去了。从奴隶到王子，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这个国度，尽是他乡之人。但是我应该去哪里呢？我应该往哪里去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有来自佛教的，来自山上的，来自土御魂的，还有来自死亡的，甚至关于自杀的试探。这是人生的双重绝境，一个方面对存在的连续绝望，另外一个对未来的连续渺茫。到底哪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呢？欢迎大家来到出埃及记。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用一句话来定义这卷书的特点，那就是所有圣经书卷当中第一位被其他所有书卷争相谈论的书卷，这就是出埃及记。但是长期以来对出埃及记的神学上的轻忽，可以说是主流教会的通病，以至于迄今为止，我们路德教会没有贡献出一本关于出埃及记的释经名著。形成如此强大的反差，主要是两大原因。一个方面是主流基督教总是把出埃及记视为一个历史事件；第二，神学最重要的关切点在以概念解释概念，同意反复，纯粹理性，纯粹神学。但是出埃及记更直观地展示了基督教核心的信仰，那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上帝要进入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一个方面消灭法老和他的军队，另外一个方面把他的百姓带出来，并且将他的百姓建造成为耶和华的圣殿或者会幕。这两个基本的事实与主流教会的教义都是冲突的。他们不愿意面对历史，也就是现实这个基本的事实，尤其其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充分的政治信息。法老，世界的王。另外一个方面，唯独信心，心学取代了会幕，教会成了基督徒天路历程围绕的中心，使基督教整体上彻底沦为披着羊皮的异教。所以重新讲出埃及记实在是当务之急。感谢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课程序列的安排。我们认为出埃及记如此的重要，出埃及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神学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真理的支撑，那就是启示录。所以启示录算是出埃及记的导言，没想到吧？启示录是出埃及记的续篇，
整卷启示录都在讲出埃及记，一个方面临到启示录临到世界的审判，最初就是临到埃及的审判，末世的审判就是起初对埃及的审判。另外一个方面，之所以把对末世审判的信息启示给普天下的教会，那就告诉普天下的人，若不逃离世界归向基督，若不逃出埃及归向耶和华，法老和他军队的结局就是人类的结局。当然我们说过啊，65卷书都在讲出埃及，所以我们会花3个主日的时间，从圣经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讲出埃及的导论。首先当然是摩西五经旧约怎样讲出埃及记，时间关系我们只选1卷书，就是创世纪。从出埃及的这个角度，创世纪更是出埃及记的序言或者导论。从这个意义上，出埃及记才是启示的中心，创世纪只是铺垫，告诉你上帝原初创造的人类是什么样子，埃及人是从哪里来的，上帝的百姓怎样沦陷在埃及，因此他们必须出来。下个主日我们讲创世纪与出埃及记的关系。至于其他的摩西四经，那都是出埃及记未完的作品的完成。然后呢，其他几乎所有的旧约书卷都在讲这样一个简单的出埃及记的道理，耶和华把你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要悔改，你们实在是无法悔改，我就预备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们。这就是旧约。第三个主日，8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讲福音书与出埃及记的关系。四福音书我们会找相关的集中的段落来讲主耶稣基督是怎样讲出埃及记的，让我们进一步的看见出埃及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2000年前的当下事件，也是2000年后的今天的当下事件。至于使徒行传，我谈使徒行传，你首先想到的是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反弹出埃及。所有的使徒书信怎样相关的谈出埃及记，其中有涉及到圣礼的预表、预定的问题、拣选的问题、圣餐的问题等等。那么这部分信息呢，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与出埃及记的关联呢，我们不用一个单独的主日讲了，我会把它放在出埃及记的具体相关的经文当中呢再印证。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讲启示录与出埃及记的关系。启示录的通篇都在讲出埃及记，那么22章的中间一章第11章，我们今天读的书信经文呢可作为它的代表。11章6到9节，你从出埃及记的语境上看就一目了然了。这2人有权柄，摩西和亚伦从神那里得了权柄，站在法老和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和众教会的面前，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雪，埃及10灾第1灾，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其他9灾。埃及就是世界，怕我们说不清楚，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法老就是那兽，
他们呢失守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是索多玛，又叫埃及，不是我们灵异解经启示录如此明确地告诉我们，埃及不是个历史事件，是一个当下事件。当下事件，换言之，出埃及记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事件了，也就是它集中展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三元架构：上帝、教会、埃及。但是在当下的主流基督教的神学框架当中，埃及这块是零。我们的信仰成了什么？成了我跟神的关系。埃及呢？没有，没有埃及了，没有法老了。以前还狡辩，哎呦，这只是旧约，看启示录，这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而且是什么地方呢？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埃及怎样把主杀了？逾越节的羔羊，清楚吗？很清楚。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出埃及记怎么讲？法老，你要让我的百姓去，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侍奉我。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的续篇就是启示录。启示录预备我们准备更属灵的心智去学习出埃及记。感谢上帝何等奇妙的安排。那么现在到了考试时间，学了启示录，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好好思想一下，能在启示录当中找到与出埃及记平行的信息到底有多少呢？翻到下一页，我先率先垂范，不限于这些啊，至少包含这九个项目，让我们知道启示录就在讲出埃及记。过了四百年，现在四百三十年、四百八十年或者多少年啊，以色列人已经不认识神了。所以在出埃及记开篇的地方，上帝借着向摩西的显现，向整个以色列人首先启示他自己，就是我是谁，就是主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就是启示录讲的，我是，我是，我是那叫阿门的，我是自，我是出，我是中，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我是，我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我是那个我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上帝向人类，特别是他的教会，启示他自己是谁，也就意味着除了来自于启示，没有人认识神。我们的信仰被称为启示真理，靠理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靠悟性更是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区别的原因。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而这种告诉或者启示的信息特别集中在出埃及记和启示录当中，这是第一个平行的信息。第二，羔羊，我们发现在整个新约书卷当中，特别是在启示录当中，羔羊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上帝不仅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谁，而且借着羔羊让我们更具体地认识他。正如约翰福音开篇的地方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启示出来。羔羊，启示录当中的羔羊更强调他来审判，做宝座的羔羊。开篇的地方，启示录告诉我们羔羊什么特点呢？羔羊曾被杀过。这不仅指向福音书的十字架事件，再往前走就到了逾越节的羔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出 IDG 的核心的转折点是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羔羊。在出 IDG 当中，羔羊被杀；在启示录当中，羔羊来审判，羔羊做王。这是第二处平行的信息。第三处呢，会幕。一般以为出埃及记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一卷书，这个印象只适合于出埃及记一到十九章，剩下从二十章到四十章都在讲，基本上都在讲怎么建立会幕，会看得你头晕脑胀。上帝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教导摩西和以色列人去建会幕呢？如果说啊，出埃及记前半部分讲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后大半部分从十五章到四十章，或者从十九章，从二十章到四十章，就在讲教会。教会不是你的个人得救，教会是整个出埃及记最最最重要的真理，它重置了我们福音的重心，它至关的重要。而会幕分量的重置在启示录当中得到了完全的巩固。为什么这么说？开篇七间教会，结尾呢，千年王国、圣城、圣殿、测量新天新地、圣所。所以在整个启示录当中，会幕的真理更为完全。而中间十四万四千人，以色列人，有上帝印记的人，都可以平行会幕的信息。这是第三个明显的平行。第四处，启示录和出埃及记给世界的王以极为重要的分量，埃及法老和他的军队，世界的王。福音书，特别是旧约书信啊，旧约这个启示先知书，对法老是撒旦的化身和世界的王这一点连篇累牍了。而到启示录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了世界的王、兽，还有呢大淫妇。而且奇妙的就是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法老和启示录当中的大淫妇，他的结局是完全一样的。法老最后是怎么灭亡的？被丢到海里。巴比伦大淫妇是怎么灭亡的？被丢到海里。他们俩犯的罪恶也是一样的，可能你没注意。法老为什么被丢到海里？怎么不丢到沟里？不丢到山里？不丢到坑里？不把他吊死？或者不把他像耶洗别一样喂狗吃呢？为什么一定要扔到海里呢？答案就在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因为他把以色列的男婴扔到了水里。上帝是幽默的、公义的、严厉的，就像启示录说的啊，用加倍的刑罚报应他。你怎样把神的儿女丢进了水里，你就怎样也被丢进水里，而且再也不会出来了。大淫妇也如此。启示录当中的大淫妇为什么被扔到海里呢？你看启示录十二章和启示录十八章的平行。启示录十八章，大淫妇被丢到海里。启示录十二章，龙用什么来毁灭教会啊？龙用口中吐出的口水。要
吞吃神的百姓，你怎样用水淹没神的儿女，神就怎样把你投到水里。于是乎我们又想到了中国水灾。习国要用口水淹死香港，那里有很多神的儿女。两年之后我们就看到整个国家泡在了水里，到今天雨仍然下个不停。以郑州为中心的整个中华都浸泡在黄汤恶浪之中，仍不悔改，那就继续下吧。但是对基督教有一个更重要的提醒，如果你的所谓的福音，你所谓的教义当中没有法老，没有埃及，没有世界的这个王，你传的不是圣经。处境，基督进入世界，福音进入世界，教会在世界的第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处境，法老作王。凡是回避这个政治信息的基督教都是鸡汤教和或者撒旦教，逃无可逃，躲无可躲。基督为什么在四福音书开篇的地方连续地提到了当时作王的世界的王？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讲过多次了，马太福音一到二章，路加福音一到三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希律王，第六章约翰福音结局的地方，十字架的现场，耶稣多次谈到王的真理。第四处平行，第五处平行就是世界众王。耶和华人向以色列人向摩西三番五次的讲，你们要从埃及出来到哪里啊？到流着奶流着蜜的地方去。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这太上帝太幽默了啊，也太深刻了。听到这话我们乐坏了呀，哎呀，神要终于把我们带到加拿大去了，流着奶流着蜜。神说话没说完呢，那个地方是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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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七个邪恶的民族正在所居住的地方，傻了。上帝，你开玩乐呢吧？流着奶流着蜜，还有那么邪恶的人在那儿。加拿大现在是奉行多元民族共存，这是什么意思呀？上帝给我们带进去的不是个桃花源。只有充满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才可能进去。可惜呀，基督教这些信息都不要了。那么除埃及记摩西五经当中的迦南七王、迦南三十一个王、迦南众王和启示录当中什么来平行呢？兽的国、七王，正是七王、八王、世界众王、东方众王，完全平行了。相同的真理，凡是回避世界众王，回避如此如此加倍的政治信息的基督教，只能是鸡汤教和撒旦一回。谁告诉你圣经不讲政治啊？你这瞎眼呢，你以为你看得见？你要是看不见就没罪了，你说你看得见，罪就更重的。这是第二个基督教的处境，后面是法老，前面是迦南诸王。但是感谢上帝，他是怎样建的会幕呢？他在旷野里，这意味着什么？神确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不受政治因素的搅扰，踏踏实实的把教会最核心的真理教给我们，同时攻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老和迦南诸王。
一代法老和迦南诸王倒闭在旷野，一代新人起来。有人说你前后讲的矛盾是因为你不懂我在讲什么，没有矛盾。为什么前些年我们重点的回避了前后的诸王？那就是因为那正在建胜利性的教会。我们自己就是法老，我们自己就是迦南诸王。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留在旷野，你不可能一辈子留在黑门山和吐谷浑说建三个人性的小庙不要再去了。凡是今天继续拦阻以色列前行的人都是撒旦之子，都是当时的彼得。主说撒旦退往后面去吧，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黑门山三个小庙，只讲圣经，只讲历史，只是殉国，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大家要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当主责骂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的时候，其实彼得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悔改了。但是魔鬼不会悔改，魔鬼好像放过了彼得，暂时吧，好像接下来就去捆绑那个多马。所以到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吧，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不是啊，应该约翰福音十一章，对，主耶稣说，继续经伯大尼去耶路撒冷，门徒其实还是很反对，多马说了一句更难听的话，说我们跟他去一起去死吧。其实这些话我们这些日子都听见过，继续跟随 CSMP 就是送死吧。我就想起主说的一句话，你这无知的人啊，人不死就不能生。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看见这两大处境乃是教会最基本存在的一个基本处境。凡是回避这个真实的政治处境的基督教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信的不是一位神，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界限。第六处平行的信息刚才我已经谈了一些，那你就平行埃及的十灾和启示录当中各种灾殃之间的关系，雹灾、疫灾、瘟疫、水灾、冰灾，等等等等，略有变化和加深，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第七处平行审判，除埃及记啊，就是埃及人的启示录，对吧？灭亡了吗？下了火湖呢？那时候的火湖叫红海，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所以这是末世审判和对埃及的末世审判是平行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无论是对法老的审判，对埃及术士和军队的审判，以及对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的审判，我们以后会谈到什么二百五事件呀，甚至米利安呐，所有这些审判都和启示录的审判的真理是一致的，叫什么？因行审判，都是审判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说，除埃及记和启示录颠覆了唯独信心的那种偏执，何况出埃及记，出这个动词本身就是行为，你不能说我心里信了，我躺着就行，然后鸡犬就升天了，我建个教会叫升天堂，你得行动，根据行义得赏，根据作恶受罚。第八处，两个见证人的平行，刚才我们谈过了，再没有摩西和亚伦更平行启示录这两个见证人了，更全面的平行。当然你可以指向以利亚呀，施洗约翰呐，也没问题。但是从整全的信息看，站在法老和世界面前的就是摩西和亚伦。我们
学习出埃及记，你会不断的感慨，今天啊，站在法老面前的摩西和亚伦到底在哪儿？今天击毙他们的不会是法老和他的军队，一定是从我们的身后投向我们的来自基督教的石头。可悲呀！第九个方面，那就是名册和生命册之间深刻的平行。我们已经熟悉了启示录反复地谈到了生命册，预表着最后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可以进入永生。但是在除埃及记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份名册，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的第一段经文，第一节经文第一句话，这是以色列的众子的名册。这个名词在创世纪里翻作家谱，最初翻译的是来历，创造天地万物的来历乃是这样，创世纪第二章。接下来亚当的家谱乃是这样，闪的家谱乃是这样，韩的家谱乃是这样，诸如此类啊。所以出埃及是一份家谱，是记在这个家谱上的人才能出埃及。跟启示录除了这个形式上的生命册的平行，还有一点相关的平行是什么呢？记在以色列名册上那个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当中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最终都得救了？没有。恐怖的是大部分在生命册上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得救，吓人吗？整个一代人都灭亡了，基本上对吧？平行启示录什么？启示录开篇的地方啊，在七封书信当中，神反复地提醒教会，你如果不悔改，我将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所以我为什么说出埃及记啊跟这个启示录有深刻的平行，一个方面彻底地打碎了一次永远这种撒旦的道理，另外一个方面出埃及记和启示录双重的提醒的不仅仅是法老和埃及人，也尤其包括我们基督徒。出埃及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未完成的天路历程，所以求主加倍的怜悯我们。这是启示录与出埃及的平行信息。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论题，就是所谓的启示录的出埃及的导论。翻到下一页，我们谈四个问题。名称、时间、主题与结构。等一下我会最后的地方呢跟大家介绍几本参考书，这主要是推荐给学员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一定需要买了啊，比较贵，实在想看的可以跟我借啊。那么学术传统、神学传统、释经名著呢，在所有的释经书卷当中都会罗列很多必须讨论的话题。那在我看来呢，值得讨论的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的都是伪问题。哪些是伪问题我回头再说。真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及其含义吧，第二呢就是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或者这本书所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锁定它的时空方位呢，便于我们对具体的经文有更透彻和全面的领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主题，所谓的主题就是这本书到底说什么。当然所有的主题的确立都是相对的，它是一种总结，所以只有相对的价值。
正如我们不会把教义的价值归零，但是教义的总结永远低于圣经本身，仅供参考。第四，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导言的部分的内容，结构让你从整体上把握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当然，任何一种结构方式也同样是相对的，也是仅供参考。但是这个图谱，这个示意图非常重要，使你的头脑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清晰的概念。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永远不要在结构上止步，你可以不断地重新结构这卷书，就会有不断的新的发现。我们先谈名称的问题。犹太教对这本书的定义深刻地影响了早期的基督教会。那么曾经作为这本书的名字有三个名字啊，希伯来字我都写在这个地方了。第一个动词就是出来，翻译成英文就是 Exodus， 除自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就是以色列人除了埃及的时候，什么时候除了埃及出来。名字也是点出了这本书的主题，那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第一点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是一场啊，他的天路是一场除世界、除埃及的行动。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是为了带领我们除埃及。那么这个离开，这个出去，还可以进一步的做哪些领受呢？我个人看见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离开埃及，离开这个世界啊，深刻地表达了上帝借着他的子民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埃及、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中国、对这个祖国彻彻底底的弃绝，完全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了。给了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大约是400到500年的时间，大约是从利玛窦到人不昧的时间，给足了传道人和基督徒的时间，给足了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时间。当430年、480年结束的时候，上帝吩咐他的百姓离开的时候，其实埃及人应该哭，应该有一场大哭，但是他不会，因为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事实，那就是神决定放弃了。其实讲到这里挺难过，非常非常难过。中华文明再古老，你古老不过埃及。在人在地球上真正号称伟大的渊源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非埃及莫属。当上帝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宣告了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全然的唾弃。心中忧伤，后悔造埃及在地上。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表达了对这个世界完完完完全全的绝望，神不再抱希望。第二个方面，除埃及记啊，以色列人除埃及啊，不是他自己要出来的，是借着埃及人的压迫让他忍无可忍，呼求神把他带出来。所以从这个政治现实上来看，这个离开的那些日子一定是上帝百姓所遭遇的一生当中或者历史当中最黑暗的年代，进入了至暗时刻。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逼迫埃及人做苦工，希伯来人做苦工，所以希伯来人没有办法呼求神，
第三个方面，这个离开曾经试图寻找一个政治革命的方向，这是由摩西打死埃及人所代表的。神关闭了这道门。这个问题很深刻，回头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再来讲。但是我想重点讲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政治逼迫本身，政治黑暗本身乃是出埃及记发生不可缺少的要件。法老的黑暗统治到了最为残酷、愚昧和疯狂的地步，是上帝的百姓出埃及记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这是人性，不然他不会出来的。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了西果。我们看到了这三年、这八年、这几年的时间里呢，中国中华民族不仅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中国政治不仅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其实你也看到了，也到了天灾人祸、病毒瘟疫最集中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也到了神的百姓大规模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方面在这个社会文化上表现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在所谓崛起和繁荣昌盛的时代疯狂的海外移民，这个用脚投票已经告诉我们了。另外一个方面，在逼迫当中教会更加的兴旺。所以我说我看见的是第三届 CSMP 的报名超过前两届的总和，没有道理可讲，埃及越黑暗福音就越兴旺，这是神的手段呐。有人说这个接下来拜登伪政府拜登的伪总统拜登要搞出一个什么病毒追踪的报告出来，然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啊，习主席位置不保。千万别啊，我们要祷告。我从上两周开始为习主席祷告，你们都要为习主席祷告啊。祷告什么呢？就是习主席呢必须连任啊，一定要让支持习主席连任。因为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一下啊，就是郭文贵讲的太谦虚啊，而习主席是千年圣君，太谦虚，太谦虚啊！习主席是万年圣君，就是自从有了宇宙，他就有了他啊，太伟大了！你看习主席的语录啊，是多么的京剧，全是京剧啊！人民就是江山啊，这个大海不能掀翻小池塘。太深刻了，怎么这么深刻？虽然我不知道啊，就是很深刻啊，太深刻啊！习主席必须连任啊，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祷告。习主席的连任有三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公益。我若越认识习国人，我就越热爱习近平。因为习近平是习国人活该赢得的惩罚。第二，审判，一言以蔽之，只有习近平能灭中共，别人不行啊，你没有那本事啊。有人说以黄灭共，哎，这太下三滥。有人说以毒灭共，哎，太拜登。上帝的办法是以习灭共，哎，高明。上帝太高明了。所以，习主席再干五年，啊，是的，再干五年基本差不多了，再干十年也行。我们越是认识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本质是魔鬼文化，我们就越应该去祈祷。唯有习主席能够终结这个魔鬼文化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三个方面是我重点要讲的，那就是
只有习主席的统治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出埃及。有钱抓紧跑，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出埃及，快跑向教会，千万别换人。你再换一个伪君子上去了，哎呦，又以为有希望了，又唱大街小巷又唱邓丽君了，又80年代了，又改革开放了，但瞎耽误功夫。好好干，继续干啊，我看好你啊。更多的人就会出埃及，更多的人就会进入教会。结论，出这个动词啊，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习主席做王。为此祷告啊，不是开玩笑，认真的啊。第二个名字啊，当然我补充一点啊，习主席做王你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天灾人祸、病毒、瘟疫会加倍，会一直伴随着，小心了，那不会结束。有人给我写信说啊，你是先知啊，我希望他是真心夸我啊，你好像成功的预言了今年的水灾。好吧，你觉得中国病毒、新冠病毒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这不是故作深沉，这神是降灾的神，瘟疫一定是人类罪恶赢得的刑罚，这没有问题。当然我这样讲不是绝对的，神的百姓也会受到冲击，川普也染了病，但是神会让你胜过，对吗？会成为我们的试炼。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恶人作王一定会伴有天灾和瘟疫，你要做好准备。那神具体他的心肠如何，他的计划是怎样的，我们祈祷吧，我们看吧。所以我的关于未来政治的我的两大研判基本判断我再说一下。第一，全力以赴支持习主席连任。第二，如果你要支持他连任的话，你预备好天灾人祸会加倍。但是不管哪种结果，有一点是蒙福的，那就是出埃及进入会幕，这是神不变的旨意。第二个名字吧，这个动词的含义呢，就是带出来。作为被动语态呢，在3:8，是主动语态，就是神说我来把你们带出来。这什么意思啊？离开埃及啊，除埃及啊，这个行动本身呢，不是一个主动的行动，是上帝把我们带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真是太深刻了。对埃及世界的绝望，实际上是所有宗教被称为宗教的共识，对吗？《红楼梦》深刻在这个地方了。但是东方的宗教不是神把我们带出来的，是我们自己要出去。于是乎，东方的风俗异教远行三大方向，对吗？第一个方向是荒野、旷野、山洞、桃花源、土御魂、修道院、黑门山，对不对？避世，这是第一个愚蠢的方向，那里哪有什么希望啊？人类把自己骗成这个地步，还很自嗨，真是愚不可及，真是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往哪里逃啊？内心。中国的宗教借着这个佛教和禅宗呢，完成了一个从天国转向哪里啊？转向内心的一个魔鬼式的骗局。圣经一言以蔽之，你的心比外面还脏，太伟大了，真是太伟大了。修心，修什么心啊？心学，王阳明心学，性本善啊，诸如此类，这都是人本主义的出来以后没有被带领必然走向的两大歧途。自然，内心。第三个呢，家庭。在世界上是伤痕累累，每次我回到我的小村子，从这个北京到
到黑龙江都会想起那首歌，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祖国、家庭、亲人，以为那里面是灵魂最安顿灵魂最后的家园，不是，家里面打得比外面还狠，可悲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人本主义找不到归处啊。所以看到《红楼梦》最后，你要真懂《红楼梦》，看到最后你应该哭啊，因为最后比开篇还惨。但是红学们、红学家这些骗子们认为，最后看破了红尘，贾宝玉遁入空门。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破红尘，牛二都可以，不需要智慧，诚实就行，对吧？但是遁入空门才是真正的绝望。合上《红楼梦》，诚实的汉语灵魂就应该追随诗人孩子去自杀，没有地方去。你告诉贾宝玉去哪儿？骗人啊！骗到这个地步，这才是中华第一骗。那怎么办呢？除 IGD 给我们看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是上帝把我们带出来，会有第二一个完全是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归向他。他在哪儿啊？他把我们带出来了，开始遇到了一个地方叫以林。哎，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这国家公园啊。不行，还得走。黑门山啊，云山雾罩，蒙窗不浪。不对，最后上帝说：“我给你选个地方叫会墓。”傻了，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重点讲会墓的真理，或者说从讲教会的真理。啊，开始也许我们觉得这很幼稚，是吗？这哪有人家嘛？这个满目禅机、拈花微笑那种深刻呀？这个一年级的木匠工就能干的事儿吗？主耶稣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指的就是这件事。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神带领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啊，不完全是人理解的意义上已经建好请你进去的一个 motel 或者 hotel， 它是要把我们本身建造成为那个地方。我的天哪，它是个过程，它是一个生命得以重造的过程。唯有这个过程，这个工程啊，才能胜过阴间的门，才能既胜过背后的埃及文化，又能胜过前面的迦南文化，还能胜过正在路上的以色列自己的罪性。我们会重点讲这个问题的，让我们知道在人类穷尽一切一切智慧的前提之下，会幕或者教会才是唯一唯一的真理和天国之路。为什么如此？你要潜下心来仔细琢磨。这是第二个概念，我先说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被神带出来，被神带出来意味着两大事实：第一，不会走人本主义的三大歧路；第二，神一定把我们带到他认为应该去的地方，负责到底。那个地方人从来没有想过。第三个概念我讲过了，就是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呢，希伯来文圣经的名字都是每卷书的第一句话，所以这并不奇怪。所以这个出埃及记这本书最早就叫名字或者名册，或者这些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生命册除了我刚才谈到的真理，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那就是说
从出埃及记到最后完全的得救，中间我们会损失极大部分人，甚至是绝大部分人不会和我们走到底。为此，我指着这个书名提醒 CSMP 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天路上有些人最初在我们的洗礼名册上、坚信你的名册上、圣餐礼的名册上，但是会变化的，会有些人离开的。所以我们要预备两种心态，第一要有一个平常心，打着引号，这很正常。第二，你要进一步的远离魔鬼的试探，永远不要指着离开人的背影来控告牧师或你的同工，那就是魔鬼双重成功了。他不仅夺去了那些人离开了归向他或者各种所谓的假大空的宗教宗派，另外一个方面还进一步借着他的离开搅扰幸存的教会。你这不是双重愚蠢吗？我们的教会已经成熟了，但是有很多新成立的小教会还会学习这样的功课。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人家都不愿意回来了。我每次我都赐给他一个希伯来字，叫吉甲，翻译成中文就是滚。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他为什么要回来呢？他还有脸回来吗？当然，脸面跟信仰比起来算不得什么，真悔改可以呀。他比以前还坏，还败坏呢。滚得越远越好，不是我们没有爱心，是因为我们真爱教会。是这个道理吗？回到出埃及记，你会更加的一目了然。好的，这是名字的问题。现在我们看时间的问题。我先告诉大家，主流学界主要确立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主前十五世纪，一个是发生在主前十三世纪，基本上是这两个时间。哪一个更可能，我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对我来讲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就发生在今天，直到基督复临，出埃及的事件一直在发生。那么确立出埃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主要有三段经文或者四段经文，大家知道就好了。第一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神对亚伯兰关于出埃及记有一个预言，那就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呢大约四百年，这是一种理解。另外一种理解不是指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而是指以色列人做奴隶四百年。那如果按照第二种理解，结论是什么？没法判断，对吗？没有办法判断具体时间多少，好吧。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说到了四百三十年，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谈了这个数字的概念。还有列王记上六章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算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呢。以色列建殿献殿的时间大约是960年。那么往前推480年，你们数学都好，大约应该就是主前十三世纪吧，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后面这个结论，主前十三世纪为更多的人接受。但是大家看和合本圣经后面编的那个年谱啊，好像基本上把摩西的时代放在了主前十五世纪的框架之内。这里面还涉及到当时的关于当时的法老是谁的争辩哦，这些烂问题你不用管，法老是谁，法老姓席得了。不是说我们反制，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充分的答案，而它并不是在神学上最重要的，好吗？时间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看主题。
主题和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啊，对吧？你一个基本的框架放在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每一个部分重点谈的是什么，然后合起来就是出 IGG 的主题了。我这里呢选了三段经文可以被提喻为啊出 IGG 的主题。第一就是开篇的地方，出 IGG 三章七到八节，这就告诉我们出 IGG 在讲什么，就是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六个种族啊他们的地方。有一些学者愿意引用六章六到八节，类似啊都可以，这可以称为呢出埃及记的第一部分的一个主题，就是这句话。哦，不需要再解释了，对吗？已经很精炼了，就告诉我们他在讲什么。那么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面，当然接下来具体的表现为十诫和各种重要的律法。那么我们从新约的视野里面回头看，你可以把它定义为真理或者圣道或者神说，对吗？换言之是什么呢？第一部分，出埃及，上帝救我们出埃及，进迦南，进应许之地。第二部分告诉我们拿靠什么呀？靠真理。那到哪里去呢？第一部分是从哪里来，最第三部分是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呢？二十五章一到九节我不去读了，进入会幕，建立会幕。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进一步的真理啊，你看啊，首先这是神的意思啊，建会幕是神的意思，要去这个地方。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甘心乐意，然后这些特别贵重的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以弗德胸牌，这是祭祀，然后圣所，我和他们同在。会幕的真理啊，可以进一步的解释为四个方面。第一，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的智慧，这不是人能想出来的。第二，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借着教会这种事工，让人把自己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部分拿出来，活出来，献出来。这种奉献，这种献祭的精神在世界里是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家庭你是为了血亲，对不对？企业你是为了赚钱，旅游你是为了娱乐。你给我一个理由，进教会为什么？什么都不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只是一个侧面，神为什么会想起用教会的方式来重造我们的生命？因为只有这种侍奉，让你活得像个神样，你明白吗？就是再也不是为自私的目的去做一件事了，你是为了神的旨意在做一件事。而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让你不断地告别埃及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展开说了，仔仔细细地想，人间所有的组织架构只有教会无力可言。有人把教会变成了力，那就是因为它是撒旦一会，无名无力无权无欲，只有一个原因，神说我们就去做，我们做得不好再改，继续按照神说的去做。这是第二个，第一个真理神说，第二个真理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最最美好的恩赐拿出来给神。以前我们都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最最最美好的东西拿来泡妞，拿来搞钱，拿来谋权，对吗？甚至把自己生命当中最好还拿来给儿女，
这都是一种奴才，这都是埃及为奴的，知道吗？为奴之家。神吩咐我们把你最好的恩赐拿来去建教会。我真的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才这么说的，我这一生，我说年过半百了之后才知道什么怎么样活着才是平安的。没有理由，这样侍奉没有理由，神说就是理由，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宝石以福德胸牌，教会的第三个真理，圣旨，这指着祭祀说的，教会要圣旨人员。第四个方面的真理，神借着教会与我们同在，你不用犟嘴了，凭什么？这是他的应许。那就意味着什么？在会幕之外没有神的同在啊。你不能说神无处不在，神的无处不在和神借着会幕与我们同在不绝不矛盾。而我们能够抓得住的这个依靠，就是借着会幕与我们同在，对吗？他已经应许给我们了，在那里与我们约会。好的，那么这三个大问题就告诉我们出埃及记讲的三大主题：第一，救赎，离开埃及；第二，归入神的真理；第三，进入会幕。那么这三部分信息呢，用新约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讲，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太平行了。什么是神基督的道路？离开埃及，找不着道吗？其实我开始开篇的地方吟诵的这个是一个名句的台词，我真的累了，我的心已经死了。其实讲这话的人是表明他心里要有一个家乡，他要寻找一条道路，他都找不到。主说我就是道路，但是我们就在出埃及记里面才明白主说的道路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从莱塞经红海直到会幕和应许之地的道路。第二，真理，真理在哪里？出埃及记二十章中间这一大块，它的诫命，生命，怎样重造我们的生命，胜过阴间的门，胜过死亡，胜过埃及和迦南会幕。为什么新约把教会比作母？在上的耶路撒冷乃是我们的母，因为教会养育催生新的生命。来到了教会，从受洗重生开始，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开始向神成长。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这句话就是出埃及记的主题，那就是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去能到应许之地见到神，是吗？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仅如此，这三大主题啊，或者出埃及记的这三大结构呢，还可以平行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吗？多奇妙。第一大部分就是父神从天上来，你看，第八节，三章八节，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什么意思？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对吗？他爱我们，他要来救我们，他是天父，他是圣父。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说真理，圣子是何人呢？圣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些神说这些道成了人形，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了，这是圣子。圣灵与教会同在啊，对吗？会幕平行圣灵的真理。而且你读出埃及记关于建造会幕的信息，会不断的有这样的经文，怎么说啊？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可以做会幕的工。这是七七节，这是五旬节，这是教会与圣灵真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
出埃及记同样是在指向三位一体的神。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结构问题，这是啊学员一定要记住的。我已经说了啊，这些结构并不是结论性的、终极性的。学者们排列的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二分法，一种是三分法。二分法很简单，一到十五章埃及或者离开埃及，十五章的下半部分到四十章在旷野或者在西奈山，埃及西奈二分法，简单吧，很简单。但是这种结构我认为是要不得的，缺少更细致的思想，而且它会有一个致命的误导，你知道是什么？这对基督教的现状有关。有关，我们总以为受洗之后啊，离开埃及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你就忘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埃及法老、埃及的文化、埃及的邪灵会一直追随你，你分不开的，你没有办法以红海为分界线，把你的生命从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分开。第二种结构的方式呢，就是三分法。我们刚才基本上谈了一些信息，三分法基本就是一到十五章上半部分，在埃及、出埃及；十五章下半部分到十九章，真理，神在从埃及到西奈山中间的旷野这个路程当中呢，讲真理啊，不是讲真理，讲一些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啊，借助一些神迹奇事的供应和政治组织的建构，来重新组织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第一部分是埃及，第二部分从埃及到西奈，第三部分呢西奈山，西奈山赐律法、赐会幕，中间有叛乱，最后是会幕的完工。这种三分法呢，和我刚才谈到的问题类似，也是忽视到了埃及邪灵对我们的追索，撒旦遍地游行要得着我们。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六分法，写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独特的贡献，这个分析我认为是出埃及记最应该被我们看到的信息。六分法是对三分法的进一步的解构。首先呢，就是一章到二章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神所造的人，本有他形象的选民沦陷在埃及作奴，不认识神。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对吗？我们的身份是希伯来人，但是我们就成了埃及人。摩西是最大的悲剧的化身，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还自称自己是埃及人，可悲呀！所以我们说你才是中国人的，你骂谁？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国里的人，对吗？但是我们的基本处境是埃及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需要救赎，离埃及救赎三章一节到十五章二十一节，这场救赎始终包括两大方面：消灭法老，拯救百姓。这是第一个回合，沦陷埃及为奴，被神解救。然后你以为埃及就结束了吗 ？No， 第二个回合，三和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八章二十七节，你会发现有形的埃及滚蛋了，但是埃及文化死死地控制着我们的生命。这个文化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第
第一渴了怎么办？第二想吃肉怎么办？第三呢？打起来了怎么办？互相撕逼怎么办？摩西管不了啊，岳父来帮忙啊，提出一些管理的方案呢、啊。这三个方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肉身仍是埃及人，大家明白吗？就是肉体的欲望本身和人的自私、催逼、党争，继续控制着我们的生命。埃及的文化，埃及的邪灵，继续在我们过红海之后作王。所以为什么说你洗礼之后，你需要继续的更新，就在这个地方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看不到红海之后的埃及文明对基督徒本身生命的败坏。生命的重新更新，你必须进一步的学习，把饥渴或者肉身的欲望以及自私、为利征战、嫉妒纷争的这些肉体，靠神把它管理起来。这是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的是埃及人的肉身继续的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怎么靠神来治死所谓治死我们身上的埃及人？第四部分，赐律法，19:1-31:18，十诫，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律法规条，你才会明白。神要彻底的借着真理管理或者治死我们身上的肉身了，那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大家以前读十诫，你注意到没有？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概念都是以不开头的，怎么会这样呢？不的对象是谁？不的对象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埃及人，一个是迦南人。你要实在说，就是我们身上的埃及人和迦南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财产、一切，要尊敬父母，诸如此类。这些教导针对什么呢？你以为他是空穴来风吗？不是的。特别在《申命记》里面说，你们既不可以效法背后的埃及人，也不可以效法前面的迦南人的风俗，对吗？所以啊，这个十诫和当相关的这段律法，真正要消灭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埃及人。举例而言，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谁贪恋别人的妻子最典型啊？两个混账的君王，一个是法老，一个是亚米比勒，对不对？法老是谁？埃及的王。亚米比勒，迦南的王啊。实际神的律法多伟大。我总结一下哈，第二个回合，埃及法老和军队被消灭了，埃及文化在我们身上，这在基督徒身上表现得多明显啊！信了基督想干嘛？利用基督借着神迹谋取更多的肉身的欲望，在教会里面撕逼，打得狗血喷头，怎么办呢？神说，我把律法赐给你们。大家读这段经文，你不仅仅要看十诫，接下来还有很多很细致的规条，你才会明白我们要继续的除埃及。好的，肉身的问题解决了，连打带骂啊，反正是非常艰苦卓绝的过了几年教会生活，慢慢明白了，不容易的。直到我们信基督，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圣灵的怜悯，圣灵中的喜乐，对吗？慢慢慢慢学会，这真的很难。人家本来信基督来教会就要得好处的，得不到好处，人家就去东正教了，对吗？我修修身也是好的，练练瑜伽也是好的。但是终有靠着主能够更新自己的人。继续更新，继续更新的人还会遇到一个最后最大的挑战，你知道是什么？那就是第三轮的第一部分，最残酷的一次埃及的追赶。埃及人啊，法老军队消灭了，埃及的肉身也貌似被控制住了，靠着律法，对吗？但是埃及的神来了，谁呀？金牛犊。
当金牛读到了第三单元的第五个部分的时候，出现在那里的时候，真是让人恐惧。以色列人已经出来了，肉身已经被管理了，但是他们要拜的这个神不再是基督了，而是金牛犊。金牛犊是埃及的神。这不是一个很虚空的启示，诸位，我想告诉大家，今天的基督教整体的信仰就是金牛犊，但是他们把它称为基督。金牛犊是什么？我说白了，金牛犊代表的就是财富、成功、力量。福音大会想要的就是金牛犊。金牛犊既然是埃及的神，它有第二个更重要的结局，你知道是什么？这点是更为重要的。拜金牛犊，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和埃及是和谐相处、彼此相爱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信的是同一个神呐。因此就进一步的意味着，基督教会不会再是世界法老、世界众王的批评者，不再是了。我们和世界是和平相处的。这是不是当下的基督教？我哪一点说冤枉他们了？一个方面侍奉魔鬼的三大试探，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以为自己比别人有智慧；另外一个方面呢，与整个这个世界信奉侍奉的是同一个神。所以大家不要小瞧拜金牛犊，就是跟法老的同，就是向法老文化的回归，就是一切都交给神，就是为掌权者祷告，就是顺服掌权者，就是你不可以谈政治，对吗？就是你不可以论断人，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金牛犊的子孙。所以第三场埃及文化的追赶更为残酷，它彻底的置换了我们的基督的信仰。信基督就是为了成功，而成功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神怎么办？第六部分，一个方面摩西摔断了法板，另外一个方面上吊发怒要灭绝以色列人。摩西代求神饶了他们一面，重建教会，教训惨烈。当他们第二次再败坏的时候，整个一代人就消灭在旷野了。我不知道神给我们当代的基督教是第一次机会还是第一次机会呢？除埃及记这样的六层结构会让你看到我们三重沦陷，沦陷埃及为奴，活该为奴，神怜悯解救，埃及的肉身作王，神赐律法拯救，拜埃及的金牛犊为神，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了，重新建造。第六段，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定义为今天我们倡导的基督教的改革，一个整体上拜金牛犊的基督教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需要诚实，需要神的怜悯。关于这段经文当中两大部分会幕的信息呢，这个逻辑上很简单，第一部分是神吩咐摩西去建造，第二部分呢是完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才是改革的目标呢？那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直到完成。你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你也不用跟我较劲，如果我讲的总体上就是圣经，我们一起去顺服就好了。除
出埃及记四十章很奇妙，从埃及开始到哪里结束？没有到迦南，到会幕。有人说，哎，出埃及记不完整，我告诉你，再没有这个更完整的书卷了。其实迦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会幕。迦南没有会幕，什么都不是，对吗？所以到了会幕，我们就到了天国的入口，对吗？所以出埃及记是一卷完整的、美丽的、深刻的、动人的篇章。求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出埃及记的真理。当然，我们这样的三部分划分呢，还可以平行彼得的三次否认主，对吗？你看一三五，三次否认主；二四六，主耶稣三次坚固彼得。圣经啊，真的是一面光怪陆离，但是条条大路通会幕的真理。我最后说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为什么路德教会没有贡献出一本像样的出埃及记的释经著作呢？或者说，主流基督教在出埃及记的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出埃及记真理的光照之下，教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大体上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的，我们可以谈一谈基督教必须改革的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非政治化。非政治化就是废弃了、绕行了法老和埃及的基本语境，或者道成肉身进入世界的基本前提，被他们废掉了。废掉是通过两个方案完成的。第一个方案是没有法老。你们啊，西人教会如果去的少，你走遍千家万户的华人教会，有谁会讲法老？有吗？谁讲法老、希律、习律，谁就会被孤立，是不是啊？没有，这是一个非法老、无法老的半吊子的基督教，而且是如此的普遍，怎么会这样呢？第二，更严重，第二个方案是什么？为法老祷告，顺服法老。我们和法老是一样的罪人，你怎么可以论断法老呢？这你还活得了吗？你怎么办呢？出埃及记，你能够给我找出一节经文摩西为法老祷告吗？还真有那么一两节，那这前提比较特别，法老被神的灾打得鼻青脸肿，求饶了，哎呀，求你为我祷告吧。那当然可以啊，为了带领更多以色列人出埃及嘛。但是当神定义用灾打法老的时候，特别是最后审判法老和他军队的时候，摩西敢为法老祷告吗？你是谁呀？你敢跟神对着干？所以最近有人问我要不要给河南灾民捐款，我说 no， 就这么坚决。你可以说你比我有爱心，你捐我也不管，好吧？郑州、河南、新乡，如果那里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对吗？因为他是我们的肢体，这我当然不反对，而且要支持，我也会行动。当年耶路撒冷遭灾了，那他也活该被刑罚。但是安提阿的教会预备了一些款项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记得吧？保罗送去的，可以呀。但是，如果你基本上认为，如今降在河南的天灾和当年降在埃及的天灾在神学上的本质是平行的，那我不敢跟上帝作对。从政治上来讲，我们也不相信中国所有基于那些令人作呕的慈善机构，我不相信他们，完全不信。但是抛开这个来讲，
我们也从香港人那里学一些教训，不要去帮他们了。他们当中的外邦人，若真有悔改的，我们可以帮助，对吗？这是题外话。法老的问题，基督教整体上是一个非法老的半吊子的基督教，没有啦。第二个方面，真理这块，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整个的真理这块，就是神说这块，两个方式的消解，一个是用教义凌驾于圣经之上，各种宗派教义从教皇时代之后开始取代教皇就做了王，这些骗子们标榜唯独圣经，高举圣经，但是你只要眼睛不瞎，你稍微的一那么一看，你就知道他们讲的教义高于圣经，这是个事实，这是对真理这块一个致命的颠覆。包括灵恩派，他有非教义的教义一样，没什么区别啊。那么对真理的第二块瓦解是什么呢？整体上并不再相信道成肉身了。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呀，绝对不是讲耶稣基督进入了你的肉身，然后把你的肉身成了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的福音要进入这个世界，神的两个见证人要站在世界的王的面前，不是要回避这个世界，不是要回避法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真理这个问题上，两大结构性的偏离，教义取代圣经，整体上不真的相信道成肉身。第三个方面，关于圣灵和会幕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基督教的反教会传统》。你从很多名目的讲道当中，你能够听见一个共同的话是什么？去教会有什么用？如果你要不是一个什么什么样，你进教会也生命没有改变，就好像生命改变了似的。我告诉你，你去教会跟你生命改不改变都没有更重要的关联，最重要的是这是神的命令，不讲理，没有理可讲。基督教整体上，我刚才谈到了，你记住我这个结论就好，那就是用个人跟基督的关系越过了、否定了、消解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这是基督教整体上的叛变。我一本出埃及记，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讲会幕，就让足以让你这个个人主义的灵恩运动的伪信仰无地自容。你的我怎么那么大呢？好吧，我们最后的问题看一看这个参考书，换到下一页。哎呀，我今天本来想把这些书背来的啊，忘了。我先呼应一下开篇的地方谈到的所谓神学名著的序言部分的阅读方法。所有的学员啊，特别是牧师啊，选修牧师专业的学员啊，尽可能的要把我推荐的这个相关的学术名著呢，序言部分读一遍，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是说它这个真理本身就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护教的缘故啊。怎么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人打，就不要让人觉得好像他们说的那些破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知道，只是我们越是知道越觉得他们实在可笑。那么这些参考书的序言呢，就是对整卷书的一个说明，主要包含几个主题啊，英文叫 introduction， 就是整个介绍吧，序言也好。我们需要抓住的就是那个结构问题和经文，这个 text 是什么意思呢？新来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明白，所以我解释一下，就是一卷圣经最原初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或者我们正在讲的这卷书使用的到底是哪个版本，
以除 IDG 为例，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版本我写在下面了。我们要使用的就是通常所用的，我也最习惯用的，叫马索拉版希伯来文。我们这里跟和合本圣经没关系的，你不要用那个东西来，但你参考一下，我也不反对，也不是英文版本。讲出 IDG 一定要讲希伯来文，那这也是常识。那希伯来文的版本也有好多，中世纪比较流行的，现在也被公认的就是这个马索拉版本，这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版本，在这里啊。第二个就是撒玛利坦的这个版本，撒玛瑞坦的这个版本，然后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撒玛利坦的五经。然后第三个就是死海古卷最新发现的，我的意思是，希伯来文写的出埃及记的原文版本就有三本，我们主要用马索拉版本，遇到特别的难处再参考另外两个版本，特别是死海古卷，听明白了吗？这仅仅是希伯来文的出 IDG 的版本，还有另外四个比较著名的非希伯来语的出 IDG 的 text 的或者版本。第一，其实是一本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啊，是在主后大约一世纪前后吧。应该在这之前，在主前，那么一批犹太学者、希腊学者把整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什么了？翻译成了希腊文。很多学者认为，主耶稣啊、保罗他们使用的旧约其实是一本，很有可能。我看到了一些旁证啊。那么出埃及记也有这个希腊文的版本。第二个就是亚兰语写成的。第三个是叙利亚语写的，第四是拉丁语写的。我们不懂后面这些语言，我们只能间接的去参考，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结论，关于版本的问题，我用的就是马索拉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盼望大家都用这个版本。网上可以下载这个版本，也能买到。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结构和版本，这是两大重要问题，这是真问题，需要我们阅读的时候注意的。假问题 authorship 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摩西写的？你知道一下就好了，好吗？永远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鬼问题上。我管你是不是摩西写的呢？新约圣经说他是写的，我就基本相信了。至于他写的是生命记结束的部分，怎么还写到摩西死了以后呢？你很聪明，你以为你像方舟子是吗？我们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别人编进去的也可能。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啊，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够了。第二个问题，历史真实性。哎呀，很多考古的发现好像历史上没有以色列人上百万出埃及这件事儿啊。当时的法老的统治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希格索斯王朝之类的这些证据，好像无法相关联的。见你的鬼去吧，我管你关联不关联的。你知道就行了，不要研究这些破问题，好吗？我们省事儿。我说过啊 ，CSMP 的单子也是轻省的，我们不浪费这个时间，这都是假问题。如果考古和历史学当中有一些问题跟圣经不符，让他去见鬼吧，让他来顺服圣经。你要连这一点的信仰信心都没有，你不配读神学。第三个鬼问题或者假问题，这个你们有叫威尔豪森的德国人啊，这个混账发明了一个什么假鬼理论，就是说摩西五经有不同的渊源，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文件拼凑出来的。然后很多学者煞有其事的是研究哪一部分是属于哪个，哪一部分属于哪个。你一秒钟的时间都不要给他脸，不要谈这些破问题，没意思，没有价值。我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有不同的来源，圣灵把它组织在一起，要表达他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神圣的旨意，不可以吗？可以。所以那些问题都是假问题，你看看标题也行，愿意读那是你的事。
我读过了啊，所以我把我的结论告诉你，毫无价值，只会败坏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神学生去神学院读这些破东西，读到最后不信的原因。也为这样的缘故，我再一次的拦阻一些人，不要再去哈佛、耶鲁、牛津大学去读神学院了。我在神面前怀着温柔谦卑的心讲，他们不懂神学，连常识都不懂。包括路德的神学院，能不去也就不去吧。说说这五本参考书，第一本应该是来自加尔文主义的，该人的学术背景是哈佛大学的。你要真去读，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哈佛水平。旧约研究当然需要强调基督中心论，但是你会在他这个序言里面发现，他对基督中心的过度强调未必是基督中心的，而是教义中心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啊，就像有些人总标榜我只讲圣经，你只讲的是圣经吗？圣经讲伯利恒图婴，你不敢讲，对吗？你不敢讲现实的伯利恒图婴，你一定要讲一两千年前去的伯利恒图婴，是不是这样吗？你讲我只讲基督，基督是中心，只讲基督是什么意思啊？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他活在这个世代，他是又真又活在神，他不是个符号啊，不是你赖以逃避现实的一个异教之门呐、啊，对吗？整个的美国人、美国文化，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吗？走到了拜登政府这一届，整个的基督教、唯独圣经的这个教义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们唯独的是圣经启示的基督吗？第二本，我最后再讲。第三本，耶鲁大学的，这本书很奇特，很奇特啊！我倒觉得很有参考的价值。为什么呢？它没有序言部分，基本上一两页就过去了。他对除埃及记的解释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段除埃及记的经文在旧约有哪些平行的经文，在新约有哪些平行的经文，他都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简要的解释，这个很有帮助，所以可以去参考一下。第四本，这个人哈佛大学毕业的了，斯图尔特，翻译成中文，在他的这个架构当中的基督和教会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并重是看不见的，他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字词解释派，这是我们在用这卷书要特别小心的。这个符合整个西学、西方基督教神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对教会论从始至终的极端藐视，这可能和他们的个人主义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关联。不要迷信哈佛。第五本书，剑桥大学的，这本书成书很晚，2020年，现在还没出完，贵得要命，两册，出到了1章到18章，一本100多美元，咬咬牙买了，因为我要看一看学术界最新最新关于出埃及记的一些成果。读了之后呢，味同举蜡。学术功底肯定是有的啊，我们怎么来判断一本书的学术功底？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你们也要买书吗？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就看他的那个书目，一本书是否有学习和买的价值，你看书目就好了。他这个书目就有20-30页，这个不是也表演给我们看的，这些书他一定都看过了，对吗？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表演呢？不是像伟大的习主席只背书单还背错呢？是因为你在事情当中能够看到他确实在引用他们的观点，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读中国书，尤其不要读中国作家写的书，一文不值，因为他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胡说话呢，幻想瞎编。鲁迅的话我们补充一下，就是不要读中国人的书，
写了六个字：吃人、骗人、装 X。 但是读这些西人的书，你也不要成洋奴。这些学术著作下来，你会就你包括这位最新的著述，你会发现它的序言部分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在讨论什么，讨论那个 documentary hypothesis， 就是讨论那个威尔豪森的假说。可惜，你就这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位学者，这位剑桥的名教授根本不懂神学。这五本书最后我们看的是第二本，我这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2003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推荐过他的另外一本名著，就是《创世纪》。这位作者是个犹太人，没有那么多显赫的名校的背景，是一位犹太拉比，我认为他是拉比。他有两本名著啊，一本就是《创世纪》，一本就是《出埃及记》，上下两卷也算。这本书的序言是我认为是这五本书当中写的最好的，最简明扼要的，言语平实啊，而且全是干货，那真是干货，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一句都不讲。关于其他四本参考书当中的高言大志和伪神学辩论，一句都没有，太干净了。啊，如果你们或者你认为你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其实真正的学术和文字之美，守在诚实和简约。一个作者是不是诚实，有一个标准，你知道什么？其实你从行文当中能看出来他想干嘛。他想掉书包，想炫耀学术，至少对我来讲，我一眼就能看得穿，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位作者不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对读者是有诚意的，他对圣经是有诚意的，所以啊，如果有人买了这本书，你把这个序言复印出来，打成电子版分给每一位学员，这是我们应该参考的。谈到了结构问题，基本结构，谈到了时间的问题，谈到了标题问题，别的没有了，也没有请人在他这个序当中写一段来吹捧他。你知道学术界、文化界，特别的是汉语文学和思想界，最令人作呕的现象是什么？请一个人在序言上吹捧自己，夸的呀，那简直都是你吃饭之后不要看。以前刘晓波和王朔讽刺过那几个蠢货，这种现象现在是非常普遍。你怎么好意思呢？这都是小习近平啊，这都是，就是我都不得了了，你快来吹捧我一下。这本书没有这一套，其他几本书基本上都有这臭毛病，请一个人给他写一篇序，然后夸他。大家，我夸一下我自己吧，没人夸我，我就只能夸我自己。我最后一版在辩论的时候，谁的序言我都不要。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我讨厌别人那么夸，第二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也没看懂，瞎说一通。有多少人给人写序真的把对方的书看一遍？基本上没有，可惜了。好吧，我就说了这么多。但是所有犹太人的旧约专著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你们可能也想到了，他不可能谈基督。那怎么办呢？放心，还有人不昧，我们讲出埃及记，我们谈基督。好吧，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吧，翻到最后一页啊，
我今天洪哥，我给你发的最后那个 PPT 里面其实是有最后一页的，现在能找到吗？好，大家再看看这个。这些书怎么买？就是你去亚马逊就好了，一两周之内全都能够买齐。我在这里多说几句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咱们教会将来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要成立一个图书馆。我年龄越来越大了，那么多的书放在我那儿，真是浪费了。我想做一个咱们教会的神学图书馆。真的，我那些书当着你们的面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认为都是最好的学术精品，特别是这些年安排的一些英语神学的著述啊。可惜咱们现在用人家这个地方，将来咱们真的有条件，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神学图书馆，然后把那些书都放在那个地方以后可以供咱们这个教会啊 CSIP 共同的分享，加起来应该有5000册之多了，这还是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的，其中有1/3是英文的了，所以我是说这么一回事儿啊，包括这些书都是齐的。这些年每一次讲一卷书，我都按照我的能力呢，把这个学术方面的相关的名著都搜罗到了。也是为了将来，为了教会的将来。以前的汉学的名著《商务的三年》的，我那儿我认为基本上是齐的。当然，我是2004年离开中国，最新几年的好像没有，我也不遗憾。这个学术越来越败坏，所以新的东西价值不是特别大。大家祷告吧。我们盼望是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有一个自己的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不能吃大户。我相信神要愿意一定会供应我们的啊，会在合适的时候会这样做。好的，现在我们看着最后一页，我算是总结。刚才我们谈到了5本神学名著，但是没有路德教会的。开篇我也谈到了，主要原因是非政治的主流的倾向不愿意把法老作为神学的议题。第二，唯独信心的这种心学的转向，不愿意面对出埃及记本身行为的重心。其实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教整体上与法老或者埃及或者中国在迎合。大家知道近期有一个这两年的那个新闻事件现在又热起来了，就是谢伦伯格和孟晚舟。一个西方人被中国人以如此严厉的人质绑架的恶劣的方式判处死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在神学上，这意味着对中西淫乱文化的死刑判决。我不同情那个东西，我不同情那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毒贩，我都不同情他。这是这8年来、30年来、40年来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奸淫行奸淫的一个必然的结局。你去那干什么去？判处你死刑纯属活该。当然我认为那个死刑判决绝对是非法的，是敲诈式的，政治主导的，这都没有问题。我们从神学上来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教本身。虽然西方那个世界不断世俗化，核心还是教会。这个基督教本身已经跟法老的文化勾结在一起了，他们爱孟晚舟，宽容他，容纳他。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就是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2记耳光，羞辱，奇耻大辱。爱孟晚舟，你这个加拿大文化是吗？
爱赵家人，和他一起合起来干坏事是吗？三个原因：非正、独信、迎合，决定了主流教会，包括路德教会，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出埃及记》这本书上有真正的贡献。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仅要使用这个《出埃及记》打碎这个局面，我们还要在《出埃及记》的这个讲道系列课程的基础之上，讲我们倡导的新教改革，推进到我这有点像习近平，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出埃及记涉及到了三大需要教会改革的相关真理：圣道。圣道在出埃及记的语境之下，就是对埃及和迦南以及以色列人，或者说对外邦人和基督教说不的圣道。不再解释了啊，实际是以不为基本线索的。第二是圣礼，第三圣会，圣会会幕的真理才能胜过埃及或者阴间，我也不再解释了。我稍加解释的就是圣礼。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这个真理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做一个强调。我们到底靠什么离开了埃及并且开始全新的生活？靠圣礼。圣礼我们承认，我们以后也会承认，两大圣礼，圣洗礼、圣餐礼，其实都是出埃及记的核心真理，对吗？出埃及记的过红海以及最后的完成过约旦河，预表着圣洗礼，这没有问题了。我们只需要知道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出埃及记在讲整个教会的核心真理，包括圣洗礼。我重点讲的圣餐礼，圣餐礼我们讲了多少次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今天讲的是最坚决的、最新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我这两天祷告得出的结论把我自己都吓一跳，好像我从来没有讲对过圣餐礼，好像我们一直在鹦鹉学着学人家在讲圣餐礼，学传统在讲圣餐礼，学主流在讲圣餐礼。但是直到打开出埃及记，我们才发现圣餐礼最最重要的历史性的真理是什么呢？它是逾越节的筵席。三本福音书，约翰福音第六章，格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圣餐礼，每个字都认识，都能背下来，每个圣餐主日都宣告一遍。可是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和出埃及记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再强调基督教所谓的历史，就是围绕着圣餐论或者圣餐真理展开撕逼和分裂或者重新聚合的历史，记得吗？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前，实际上是因为圣餐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后来呢，跟次文理、改革宗、浸信会、宁恩派、聚会所，人家不叫圣餐，叫掰饼，对吗？所以，圣餐的分裂是教会分裂的根源、主线。我想谈第一个问题啊，圣餐是极为重要的圣经真理，我们坚持啊，这个不会动摇的。它也是福音书、哥林多前书和出埃及记的核心真理之一，我们不会摇动。但是第二点，当我们一再学舍主流说圣餐礼太重要了的时候，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诚实的心，问一问自己，你真的明白，真的认为圣餐礼非常重要吗？我把这个问题再换一个问法，你真觉得千百年来围绕着饼和酒展开的那些争论真的是圣餐真理的中心吗？我再换个问题，这个饼是什么，酒是什么，这个变质说、代表说、纪念说、同在说、同志说，真的是圣餐真理的核心关切、终极关切吗？以前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今天也跟大家袒露心扉，其实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完全的平安。我们好像一闪而过有一些念头，这真的很重要吗？这是一，第二一个，那些辩论真的说服我们了吗？答案是没有。有多少浩如烟海的神学大家写了论圣餐、论饼和酒，他们自己和读这些书的人真的明白吗？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主耶稣如此的重视圣餐，把圣餐赐给教会，真的是要整个的基督教用这种关于饼是什么、酒是什么的核心争吵来做他的真理见证吗？ No， 不是。那么圣餐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从出埃及记这个册，我也不认为我们今天就能够完全圣餐的真理，不是的，我们还要继续奔跑。还是保罗那句话，我不认为我们得着了，我们唯有不断地向标杆直跑，或者可以得着那所以得着我的。圣餐的真理，从出埃及记的角度去看，它是逾越节的筵席。在这场圣餐或者逾越节的筵席当中呢，最最无辜的一位牺牲品或者献祭是谁呢？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预表基督。在整场从奴隶投奔自由的浩浩荡荡的解放运动或者天路历程当中呢，如果没有新约圣经，整个犹太教或者旧约时代的人们永远不会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羔羊何辜。他惹着谁了？为什么你们受逼迫，你们得解放，你们得自由，你们进入应许之地，我必须死呢？这与我何干呢？但是呢，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这位无辜者，不要把他想成动物好吗？读过希伯来书就明白了啊，他预表基督或者预表基督和他的教会都可以好吗？新郎新妇不可分吧。为什么你们得自由得福分必须我得牺牲呢？这是个什么道理呢？我想把我的结论先告诉大家啊，就是按照人的常话来说，人对自由、幸福、平安的迁移，或者对这些伟大理想的实现，有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或者祭坛或者牺牲品或者圣餐，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无辜者付出代价，这是圣餐的核心真理。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领受跟大家讲得更清楚一点？
牺牲死亡和付出代价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从来不少的，对吗？要革命就得有牺牲，千千万万革命的烈士红旗成了血旗，讲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以往所有的革命都没有导致蜀天的自由、平安和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因为所有的牺牲品、舍命牺牲都与义无关，而都与它的利相关。换句话说嘛，我们用伟大的爆料者郭文贵先生的话来讲，就是都是为了保命、保财和报仇。这是对革命精彩的总结，它的伟大仅次于习近平啊，所以我说两个河南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啊。换句话说，以往的流血牺牲献身不是为了我们某种利益或者情欲，所以这种牺牲永远不可能导致人真正的走向自由、平安、幸福和永生。唯有一种牺牲舍命，就是他所要牺牲的这件事情和他一毛钱的利益利害关系都没有，他完全真的是利他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神让他做的。这个指向上帝的儿子，神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这个基本的事实有圣经完全信息的支撑，但是与此同时它可以应用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当中去。很多人在探讨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演进的简史和寻找其中的秘密，以便为东方的变革提供某种蓝图，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抓住根本。怎样从所谓的黑暗的希腊时代、黑暗的中世纪、什么更黑暗的近代，走到了今天同样黑暗或者某种程度相对进步的时代、文明的时代呢？其实既不是技术的进步，也不是知识的积累，更不是商业的繁荣，也不是肤浅的鹦鹉学舌所谓基督教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文明、新教伦理，都不是。一定是在每一次历史的关键时刻，有一些基督徒，或者说有一些艺人，在他选择为利和为义的这个抉择上，选择了为义，做出了牺牲。我们是一批加拿大移民者，我们是西方文明无成本的享受者。我们到这里啊，大家是否会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凭什么要享受这样的文明？换句话说，同样是人，为什么人家这个地方管理的相对而言更把人当人？啊，一个疫苗的安排，我们就能看出一个迥异。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偶然来到的，乃是因为在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当中，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历世历代不断的有人走逾越节献祭羔羊的道路。他们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个时候他们选择了依靠神说，而不是依靠了保命、报仇、保财。中国永远不会走向自由，除非在这个罪恶的民族当中能够出现一批人真的是为义舍命。这世界没有白享受的午餐。为这样的缘故，我们重新来看圣餐的真理，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个方面，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的。他在讲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献牺牲精神，基督精神，那就是他来为我们舍命。你不要把它拆开，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语法表达方式，身体和血加起来就是他的生命，他为我们舍命。为什么要说舍呢？这是跟他没有关系。他为我们舍命，既不是要给我们当皇帝，也不是来保命保财和报仇，他给我们来舍命，只是因为他的天父说你去。当我们说上帝说，说天父说的时候，你就说真理，说是符合真理，符合公义，符合义。所以圣餐的第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义为人舍命。圣餐真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神的儿子为我为义为我们舍命，不为别的。然后设立圣餐，让我们去学他，去借着学习他，去纪念他。也应该为朋友舍命，也应该为义舍命。但是这样的双重舍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某种程度的基督教文明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式的最根本的原因了。若非为义舍命，人类就永远是住在为奴之家。唯有为义舍命，你才有可能走向自由，出埃及奴隶走向自由。这是逾越节的筵席，这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用羔羊的逾越节的羔羊的这种样式，他的牺牲和献祭，深刻生动地告诉我们，这种牺牲和献祭与羔羊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何等的无辜。但是他献出他的生命，因为为了义，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利益。好吧，什么是圣餐呢？神的儿子为义舍命，我们也应该借着圣餐里不断学习为义舍命。千百年来啊，圣餐的真理在哪里呢？圣餐的真理在哪里？圣餐的真理在这饼是什么？这酒是什么？这个饼拿出来是在冰箱的门口，还是打开了冰箱，还是五秒以后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呢？还是如果一滴酒滴在地上，我要不舔起来，会否亵渎神的血呢？我们很站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除埃及记讲逾越节的羔羊，讲今天的圣餐，可以说我昨天一夜都几乎都没有睡，辗转难眠。我们有罪了，什么罪呀？我们是基督教，是一群什么人呢？用三句话来概括，来形容好吗？第一句话，萌宠你们滤出来，骆驼到吞下去，是不是啊？第二，这百姓用嘴唇来尊重我，心却远离我。第三，你们把人的传统当真理来教训人，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一群什么人呢？我就想起了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这是群什么人呢？这是一群跟上帝打太极拳的孙子，他们在跟上帝玩兵法呢。圣餐哪个字你不认识啊？有这么直接去讲的吗？
我为什么站立？认罪呗。我也曾经同流合污。但是大家要做好准备了。启示录，我们为新教改革正本清源，但是出埃及记，我们将会把这个基督教的世界地覆天翻。你准备好了吗？马可福音，我们折了潘弟兄、黄弟兄；启示录，我们折了陈弟兄、潘弟兄；出埃及记，我们会折了谁呢？你准备好了吗？你真准备好了吗？我们会折了一些假弟兄，但是有更多的新弟兄，从来不觉如理的，正在汇入出埃及的洪流。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出埃及记赐给你的百姓，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一直出埃及，一直更新，直到基督的复临。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吧，大家预备好。